啊，对吧？和这个本宫没空一起玩啊，这个，我去，这个韩信胜率不高啊，60-40，50-40，来个辅助啊。我没符文，这下麻烦了。这把我怕有点坑啊。墨子的战斗力不强，韩信还有宫本，现在就靠这两个家伙。宫本的话是走上路呢，还是走下路？宫本应该是要去走上路，对吧？上路有马可。这个荆轲等下会不会抓我就麻烦了。对方还有个项羽、韩信，对方也有韩信。这边我们说安琪拉6不6，能不能扛得住？应该有一个跟着我吧，墨子保护我。刚才最起码有一个谁，还能。大乔丝丝保护我，你先扔一个吧，保护一下。兄弟，你可以走了，不送，走吧，不要留恋。下面把这个打掉吧。荆轲要是被我撸到就好了，那个小让他减速，对吧？死了也不能让你跑了，是吧？先远离这个危险区域，等下随便来一个我就跑不掉了。真的来了。哦，我的天！救命啊，要死人了！果然两个人一下子就跑下来了。正义。安琪拉击杀对方的荆轲，阿轲不叫荆轲，哎，不用上去了，就一个那个，这一个玩刀精我都不需要上。我要抓紧时间把他下路给推了，杀了把我们上路给推了。只要这波兵线保住，应该来说没问题哈、啊。先拿下一个塔，我来看一下韩信的位置。地图上啊，韩信在上路，安全。去中路一下，
把那个王昭君先赶走。他下路又不行了，这边阿珂来了，老他的，我就知道看到阿珂。马可好暴力，直接冲下来。我去，还好我们家的韩信比较溜。啊，有啊，啊，感谢那个什么6205送的和尚，刚才没看到。火影晚上玩，啊，现在刚才在打排位，比较。不要专心是吧？打排位要专心一点，怕输了是吧？前两天输的，连输5场7场的那样子打过去，一直上不了钻，一直在铂金排位。哎呦，又死了，又死，给他个石头。啊，我走了，要死了。啊，是 QQ 好友啊！现在我 QQ 加满了，我操！我还准备开个 VIP， 超级 VIP， 好贵呀、啊！把兵线清一下。找位置开个大，安全的位置开大。我去，这家伙抓我。没有支持一下，没漏保护我一下，我就完蛋了。完了，躲到塔里了，还给人强杀。啊，感谢那个6205又送了几个28个啊，不，28个那个。小学数学不好算，封批算加减乘除。我都想去拆他中路塔，老是拆不了，尴尬。好好感受一下温暖。最近打排位，我喜欢用繁中，为啥？开大爽啊，是吧？而且加强了，听说加强了。这只是小暴君。你妈的，这金哥好快啊，我操！我靠，这三下50万就把我解决掉了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金哥的那个速度贼快啊！操，他是专抓我！我靠，这家我完了，被人家盯上了，我发育不起来了。又要变成被动。嗯
这荆轲他姥姥抓我，简直是几秒钟的事情啊！我要保持安全距离，小心阿珂什么时候又冒出来。打不死你，要吓死你。快跑快跑，喊完就跑。这波先休息一下，调整一下，是吧？回去补个血，然后开个大过来补保一下，保护一下二塔，看能不能保护得住。别打我！先保护一下，缓冲一下你们的杀气，去保护一下安琪拉，安琪拉。哇，安琪拉还把他搞死了，安琪拉很溜嘛。厉害了啊！我玩黄忠不知道在哪里开大，肯定要找安全的地方开大，对吧？我也是要找有队友的时候开大。这一波可以开了，这一波可以开了。这里开个大，谁敢靠近我就轰死谁，因为这么多队友保护我，对吧？哎呀，我操！我操，专抓我是吧？抓个没完没了了，再开一个大，团灭，没有兵线，关键对面可以投了。这里开个大，强推，别打那边打呀！我操。这把完全是靠韩信啊，如果对方韩信比是我们这边这么溜的话，我们基本输了。还好对面虽然说是那个荆轲六五的是吧，抓我抓的挺惨的，我这把分数打得好坑，这家伙一定要给他点个赞。那都赢了都点了个赞吧，我们会看一下他输出还是很高的啊。那我们这把先打打。